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东东，你应该有看过日本灵异节目上面提供的一些灵异照片。我今天要挑战的都市传说呢，就是要拍出这种灵异照片。这个都市传说需要两个人进行，所以我找了我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东。那我们现在挑战这个都市传说，它的名字就叫做鬼照片。首先呢，最一开始要准备镜子，东东一个，一捆绳子，水杯，一个酒精饮料。准备好了之后呢，挑战就从午夜的时候开始。现在的时间是11:38，就先来准备前置作业。首先呢，要先把绳子打成一个圈。好，那我们要把饮料倒好，放在圈的中间。接着呢，前置作业就完成了。我们就等12点。等一下就可以开始拍照。等一下12点的时候，我们要闭上眼睛，然后握手。嗯。先说 ，I trust you. The door is open. Please come in. 欸，大家好，现在12点钟了，那我要先把灯关掉，我们要准备开始拍照。I trust you. I trust you.The door is open. Please come in. I catch you. I catch you. 什么东西呢？看照片，我们是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。我们把这6张照片放上去给大家看，那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刚刚看也没有吗？没有。那你有什么感觉吗？